那么念佛，古来的祖师大德跟我们讲，净宗三个条件，三资粮，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不具足，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也只是给西方净土借一个善缘，这一生决定不能往生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这三个条件呢，第一个就是信，第二个是愿，第三个是行。所谓行，就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老实念佛。古人有说，老实念佛是正行，断恶修善是助行。这个话讲的也有道理。可是更重要的，莲池藕益大师都教导我们，正住不二，正住双修。不要把这个住修看清了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